各位同心请就坐，咱一分钟要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心请就坐，咱一分钟要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，我即摆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起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很欢喜啦！咱今仔日位头啊坐到后壁，满满啊，拢客满啊，这就是爱甲大家啊感谢，家己为家己啊拍一个扑啊，好不？啊！足多谢大家啦！咱也惊讲，从今仔日这个场面，希望转去一个阁介绍两个、三个，阁来破纪录，好阿妈啊！足感谢！希望后期啊，唔是这班的上课，希望阁。咱后壁若要一间啊教室，同时来开两班，安尼好啊唔好啊？大家拢应好啊、哦！拜托，搁拜托，回去一定爱叫较少年的、有专业的来授训。客厅啊，我要。一个啊，用 PowerPoint 予大家看，恁无法度看到有诶吼，伫电视上拢有报，但是拢报一摆尔啦，因爱买报两摆、报三摆，像安尼，逐工安尼拢啊报是安怎？关节啦，伊安怎讲呢？以前啊，有新闻局诶事啊。你若报道民政府啊，后果自负啦。他下这一道命令啊，给电视跟报纸的媒体就这样讲：你们如果报道民政府的事，以后。后果自负啦！啊，下面叫做后果自负。伊就讲，恁阿爸爱阁换七条呢？啊，那换七条，我要给你，唔给你嘞？啊，你都后果自负啊！这样大家清楚嘛？吼。所以，要用
PowerPoint 来正式甲大家讲，大家初级班的三天，高级班的三天，恁大家开16000，我第一期的我开16000呢，我甲大家同款呢，拢大家拢同款，因为咱希望大家奉献一束啊，无要叫大家来捐款呢，唔是讲有诶单位啊，我所知啊，伫洛杉矶诶一挂朋友讲奇怪，有诶要演讲啊。乐天香就搬出来了，咱家有乐天香啊，无啊？所以，咱要甲大家讲，目睭爱看紧啦，爱认清啊，好清楚。咱这个单位是个美国的单位，咱来学习这个。美国高等法院安那判决？这是第一点，过来。第二点，第三点。第三点。第四点，咱台湾要是美国接纳中。第五点，美国啊，行政单位爱依法协助咱。原告啦，什么叫做原告？就是咱秘书长去告美国啊，告美国的人就是伊的原告嘛。这大家一定爱认识。啊，咱高等法院的判决已经安尼判，我高等知识分子啦。恁大家拍我的名去哩，张文燕，佫加两字啦。教授一定看到我啦，去网站，你们到网站啊 ，Google 也好，啊，你们到啊雅虎也好，打张文燕，多两个字就好。教授，你可以找到我的资料啦。我们是高等。啊！知识分子，美国的判断，因的高等法院的判断，咱要相信伊嘛？相信，100%相信嘛？啊，无美国迄是什么国家？啊，因的高等法院的判断，到这五点啊，啊，大家要咧无相信。大家甲讲，那讲我有诶朋友啦，讲张教授啊，你都过了会杀你啊，啊那遐变卖讲，他讲讲卖变遐有空无算诶啦，啊，啥物叫做有空无算诶？我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来遮上课诶。动心，尤其是高级班的动心，你我要爱责任，你家己是咱民政府一个成员啊，你爱家己我有信心，拢甲我同款，咱干那信美国就好啊。美国高等法院的判断，多一个国家